大家好，这是我们内航院为卓恒贸易公司做的1.2米的13000Q 的混色集装箱船。下面由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条船的细节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我们的包装箱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此包装箱采用航空专用的铝制航空箱，坚实耐用，美观大气，也显档次。船底底座采用实木材质，表面做喷漆处理，上方是进口的高光氧合翼罩，厚度3毫米，边角处我们做了打磨处理，以防刮伤，在兼顾美观的同时起到了保护的作用。整船是根据 3D 图纸按照一定比例缩小制作而成，船底采用树脂材质，内含11条加强筋，底部3根金属支柱加固船底，真正做到不缩水不变形。接下来让我从左向右依次为大家展示一下细节。这是金属雕刻的激光名牌，全船的围栏船舷采用的是不锈钢材质，纯手工制作而成。船头的瞭望塔和一些船首的设备是我们运用 3D 打印制作而成。集装箱部分我们是按照实际尺寸等比缩小的，可以看到表面凹凸的纹路，上面的 logo 都是工人师傅一个一个手工贴上去的。再让我们看一下驾驶楼，上面的小雷达、天线、逃生艇。再让我们看一下船尾的烟囱、螺旋桨、方向舵等等，都和真船保持一致。最后让我们再拉远镜头，可以看到这条